江啊，这一级江呢，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大峡谷里面的。啊，这里的停车位置啊还是比较少的，也不太好下去逛了。嗯，我们直接往前走吧，直接去鹅雅大村吧，直接走。哇，这边真的是路也蛮窄的，这里真的挺难走的，这里。还有鸡，走开走开走开！哇，这边再往前走，这个路啊，感觉越来越不好了。哎呦我天！我感觉都在磕底盘了，就是每次上下坡的时候，这个路是真窄。感觉像是最难走的一段呢。从那个村子出来啊，待会儿呢要一直往下盘呢，看一下下面那个多少道拐。哇塞，嗯，还都是这种小路拐的。嗯，这条路也挺不容易的，都是这些小道。你说羊你也起来了，我都睡着了。哦，你知道我刚刚拐了条拐，拐得我晕死了。嗯，你俩都睡着。这边路都是这样子的啦。哇！哎呦，这才是烂路啊！这10公里走了一天了，我们。这段路应该是比较不好走的。哎呦，黑山羊仔！你看那羊，你倒是蛮有精神的。嗯，这黑山羊厉害哟、哦，长脚的哟、哦。嗯，你看它会跳吗？会呀、啊，飞檐走壁。打水了。让他们先走，走完我再走。嗯。这个路基的底子还在啊，只是说这边塌方啊非常的厉害啊，很多这个石子下来呢都把那个路啊给挡住了，看一下前面这个地方就知道了。清理的话呢也只是说把这个中间的道给清理出来了，偶尔呢两边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石头块在旁边啊。这个呢，哇哇哇哇哇，这要磕底哦。哎呦，我感觉要磕底哦，尾巴不要磕到啊，我们这一位磕的就是底部太长。其实上坡倒是没问题，就是怕到时候磕到底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已经感受到它磕到了已经。哎呦，等一下卖鱼吧，给人家前面也走一下。哎呦，不知道会不会磕底盘呢。哎呦，感觉要磕底盘呢。
磕到底盘了，我刚看到了，是磕我们那个踏板。哎呀，看这边，这路已经被冲毁了。哦，踏板的，哦，这碰着了。哇，好多灰啊！哇，是这里磕倒了，这里矮。磕到没有啊？尾部倒是没磕的，我感觉它是磕那个踏板那里啊。踏板那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我就要听到中间咔啦咔啦咔啦的。咔啦咔啦是那个踏板那里。是吧？嗯。哇，这个路才是叫，这段路才是比较难走的。嗯。从一级乡到这个什么鹅村是吧？从那个一级乡到那个鹅雅村呢，这边还是比较难走的。嗯，这一路都是这种。哇，一路都是这个经常塌方的路啊。嗯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呦，至少磕了三五下都有了。你到地方你要好好趴在车底下检查一下。是啊。等我停下来之后，我再看一下是怎么磕的啊。现在先离目的地还有离目的地鹅雅村嘛，还有22公里，还需要1小时7分钟，也就是1小时的时间走22公里。啊，这段路呢也不是特别好走的。出发吧。带着心痛出发，这边又有一段烂路，这是下坡的。哎呦，这个车外面已经一堆灰了，是吧？我都不知道走的这条道对不对了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的样子啊？不知道开哪里去了。我按照导航走的，但是我始终觉得不太对，我往前面问一下，看看人家。指的对不对？确定一下。哎呦，又磕了一下。没有人。我想问一下路，看前面有骑摩托车大哥。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兄弟。问了一下路，就是往那个鹅雅村是往前面走吗？啊，对对，往这里走，那个铁桥要过。铁桥要过个铁桥是吧？啊，过铁桥往右走啊，好走好走的哈，好走好走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问了当地人问一下，前面的确是往那个鹅雅村的路啊，前面有一个铁桥，要过一个铁索桥啊。虽然我这个导航是有的，但是呢，我看看前面的路嘛，我感觉越走越忐忑，怎么那么难走呢？哎，前面有辆车，等他先过吧。给他先过来，过来我们再上去。这一段路还是有点。难走的哈，嗯，让我想起了317。哎呦，哎，对的，停在那里等我啊，兄弟。还好，这里是个弯口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走。是。哎呦，他还要再等一下，后面还有一辆车。继续行驶。经过前面那个铁索桥啊，我们。再往右拐就到一级乡，就到那个
鹅雅村了。这个铁索桥，看它危不危险？哇！我感觉好恐怖啊，是不是？要过这个桥啊？要过啊，必须要过的。不过它，你走不了啊。啊，这个桥看着好危险哦，好恐怖啊！这是一个小铁桥啊。啊，敢开吗？敢不敢开啊？开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啊。只有这一条路啊。你要不要先到河对岸等我呀？啊？你要不要先到河对岸等我呀？不用吧，我在后面。啊？不用吧，我在这里。在这里啊？啊。他也没有写沉重多少的呀。他也没写啊。他只是说。这个桥年久失修，会有安全隐患嘞。啊。嗯。但我刚刚看到有个皮卡，直接就走过去了。你这是去往那个鹅雅村的必经之路呀。鹅雅村的必经之路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。有